新型肺炎防范知识随机测试。放马过来。出门要带什么？口罩。路上我想喝奶茶，怎么办？喝呀。出门戴口罩要全程。全程，你懂吗？不能在美食的诱惑下前功尽弃。是，我大意了。罚你再去给我买几个口罩。这一时半会儿很难买到的，能不能给缓缓啊？我就是缓缓啊。行梗是要扣钱的。那个你上次用过的 N9 口罩呢？还能再用吗？ N9 口罩在保存得当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多次使用。这题你居然答对了。我不是答对了吗？要保持安全距离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几天口罩戴得我闷得慌。您都戴着什么口罩啊？ N95 啊。老年人最好不要戴 N95 或 KN95。 为什么？这些口罩呼吸阻力很大，老年人长期佩戴后容易出现胸闷、气短、憋喘等症状。您呢，戴普通医用外科口罩就成。我原以为在家办公是这样的，举手投足间尽显职场精英气质，家人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。尔康，我真的好崇拜你。可实际上是这样的，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洗头了。我不认识你啊，你哪位啊？还有疫情结束。好，疫情过了，我们又可以开工了。本业务标兵已经按捺不住了，我预感一个月内就能完成一年的 KPI。 啊，扎儿，疫情过去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。我要奔跑、旋转、跳跃，还要跟敖丙一起踢毽子。我也要去。